州圣母医院，他们将献上阳光纪念大楼给2006年竣工并入居成立。他们将献上照顾启智学员的心，向着圣嘉明启智中心秉着爱与服务的精神，全心为身心障碍的天使们提供教育和照顾。圣嘉明老人长照照顾中心，他们将献上失智照顾专区，向着圣嘉明长照中心承载着失智患者家属们的期盼，筑建这友善的照顾空间，并能共同分担失智长者和家属的重担。南洋青年会，他们将献上舞衣和舞鞋，象征透过南洋舞道散播民会为主大爱的精神，让彩蝶翩翩起舞到世界各国，为展现艺术教育之美。我们将这些丰硕的成果随同名酒献上，象征将人类劳苦的果实那愿饮几杯好酒，借此圣化而成为基督圣血体血的真实灵在，我们虔诚敬献，求主悦纳。请看献礼曲，对最佳兄弟做的就是为我做。非结核病人啊，还有修士，还有一些很勇敢的护士，去为他们服务，这个也是这个很好的一种服务。那个时候没有人要关心这些人。大概70多年，今天很高兴来到我们罗东圣母医院，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参加庆祝弥撒。共同回顾灵会对台湾的奉献与付出。70年前，灵会来到台湾东部传教，并且在罗东这里从一间小诊所开始，为民众提供医疗照顾服务。后来，这间诊所发展成为今天我们罗东圣母医院。除了罗东圣母医院，灵会还创办了惠民残障服务中心、圣嘉明启智中心、老人长期照顾中心、圣母医护管理专科学院以及澎湖麻工惠民医院。从刚才的影片里面看到我们灵会所做的很多照顾在地的需要照顾的人，还有我们非常需要照顾的这一些残障者，这些充满了爱心的支持，对台湾社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温暖的来源。义灵会用大爱的精神，秉持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服务的宗旨，为台湾的宗教、医疗以及社会福利体系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在这里，我要向义灵会表达最深的敬意和谢意。谢谢大家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创造无私的大爱。在过去2年多来，全球面对疫情的挑战，台湾除了积极防疫，
也在国际间创造善的循环。在疫情初期，台湾民间捐赠善款和物资，我们的雨落瑟神父的家乡意大利，我们也有幸可以捐赠口罩有所帮忙。那么我们也捐赠了口罩给全球疫情严重的重要国家的医护人员。到后来当台湾疫情严峻的时候，我们也收到其他国家提供给我们的友情疫苗。虽然疫情带来了许多挑战，但台湾和国际社会携手合作，互相扶持，克服难关。在这个过程中，宗教团体和防疫人员的努力与付出扮演非常关键的力量。那么尤其是我们的医护人员真的非常非常的伟大，你牺牲了自己的家庭跟时间，无私的奉献。除了我要再次感谢医林会的贡献，我要谢谢我们社民医院以及医林会所有的附属医疗机构的付出。现在台湾的整体疫情趋缓，我们努力逐渐恢复我们正常的生活。借这个机会，我要请现场所有的弟兄姐妹继续配合各项的防疫工作，一起团结守护台湾。最后，我要祝福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也要请各位神父、修女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继续为国家祈祷，祈求天父护佑台湾平安，照看全世界。谢谢大家，谢谢。